怎样处理肺腺癌骨转移疼痛。患者2016年确诊肺腺癌，期间吃靶向药、中药、化疗、消融术、免疫治疗，2019年已经骨转移，最近已经转左腋下淋巴。患者调理将近3个月，始终感觉肩部疼痛，疼痛位置与肩部原始点重叠，手无力上举，按推肩部原始点，轻触就疼痛难耐。姜粉泥非常轻柔的用掌根按摩肩部原始点约20分钟左右，才能稍稍用力舒缓，用肘部按推还是承受不了，每次处理很久，但是疼痛也无法减轻，手还是举不起来。请问，一，转移到骨头导致骨头组织受损，应该属于患处体伤？肩胛骨穿口的疼痛位置也是原始点位置，是否可以按推？有试过按推颈部、上背部及肩部特殊点，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疼痛位置，先说一下你疼痛的位置是在哪里？疼痛位置在这里，肩胛骨下面。肩胛骨下面，肩胛骨靠近这个位置。主要的范围就是在这里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倒还可以，到这个点还可以，这第二点、第三点、第四点就开始疼了。然后现在疼的晚上有点睡不着觉了，对吧？昨天晚上可以热敷一下，稍微好一点。昨天晚。患者家属按推。现在是肩部特殊点。二，用手掌按推患处，并配合姜粉泥、红外线灯、电吹风轻轻按推，每天都按推头部、颈部、上背部、右侧肩部原始点以及肩部特殊点。但目前也是无法减轻疼痛，该如何处理？治宫按推，轻轻的按上去就会很痛，你可以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。三，目前内热源用量已经超量，避鲁姜片150克加红参120克，熬煮浓参姜汤，50克红参粉加避鲁姜粉调成姜粉泥口服，但患者体力面色并无明显好转，只有按推温敷后脸上有红润血色，1到2小时后就恢复原状了。尽管此时外热源并未减少，该如何调整？四，3月17日口服靶向药后疼痛有减轻，在原始点按推无效的情况下，是否可以配合服用靶向药减轻患者的痛苦？但是靶向药有耐药性，不可能长期服用，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调整原始点的操作方法，能够让患者趋于好转。谢谢张医师。他说2016年确诊为肺腺癌，那当然中间有很多，他也吃标靶、中药、化疗，什么他好像都试过了，那就是经过3年后也已经骨转移了，而且转到腋下淋巴。那患者现在用原始点调理3个月，但始终感觉肩部疼痛，手无法上举。那这个痛点就是在我们的原始点部位，那所以他按推肩部原始点，肩部原始点轻触即痛。好，这一句话本身就有问题了，因为感觉痛的地方我早期就有讲，就是影子，是不能按推的，不能按推原始点，这时候一定要往上找，就是找开关，也就一定要按推以
对过来就是我们说背部嘛，旁边找中间嘛，应该找上背部的脊椎两侧，应该痛点在那里，而不是去按推他感觉痛的地方，感觉痛的地方是不能按的，那个不叫做按推患处痛点，那个这种写法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，患者观念是不清楚的。所谓的患处痛点，还是要离开他感觉痛的其他部位哦，但是很接近患处，就在患处周围找。但是为什么患处痛点，它一般在应用上按推患处痛点，一般原始点最常用的，不是在解决这个痛症，因为痛症多属他处体相，那按推患处痛点大部分是在解决什么硬结肿块肿瘤，这一类的，那他刚刚那个 X 光片出来，大家有看到他肩胛骨，这个肩部这个下沿有黑黑的，那个下沿这里三角的地方哈，那里有黑的，他认为转移啊，痛也是在这里。好，那这个他感觉痛的地方能不能推？绝对不能推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可以拿掉。好，所以哈，我们如果说要处理肿瘤，那就是在肿瘤的部位周围，也不是直接按推肿瘤，是肿瘤的下沿或周围找出痛点来。比如说肩部到手肘有一些酸痛，那你这样按推肩部原始点还说得过去，但是问题你现在是要解决肩部的痛啊，那根本是不能碰的，所以这一看就知道基本功还有观念全出了问题了。这个不要说三个月再这样推，我看也不可能推好的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他说用姜粉泥轻揉用掌根，也是用在肩部原始点，所以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已经找错位置了。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讲啊，原始点要学好，一定要精通理论啊，勤练手法。这个理论确实一听就知道了，用错方式了嘛。这个在判断上很明显的，他应该在我看法不是这样用的，也就是他应该是要按推上背部原始点的。所以我们说小开关你不要想用小开关患处痛点，是一定是在大开关按推无效下你才能用，而且用还要看，如果他只是疼痛，那多数他处体相你怎么会去找患处？这里很有可能手法就用错了。也就是我刚刚在看按推的话，患者在按的时候还比较好，上背部有这几点，但是都一直没有提出他痛点在哪里，那就很明显的我要的按推原始痛点，他的影片都在讲他按推原始点，而没有找出痛点。你按推原始点是解决不了的，你一定要把压痛点找出来啊。所以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拍摄观念也是不清楚的，然后在手法上我看志工的手法好像也有一点问题，这样轻轻的拨怎么会好？他说他很痛，我觉得如果是很痛，那你应该告诉我痛点在哪里，好像也没有提，等于重点也没有提出来，那就代表观念是不清的，你没有找痛点你怎么解决症呢？这是基本功啊。所以这样的问法我就知道患者本身观念也不清，操作者也有问题，然后每次要处理很久，疼痛也无法减轻，手还是不能举，你这样处理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第一个原始点不能按，越按越痛，
你去处理了就已经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。第二个，肩部延时点的痛点又没有指出来，我也很难回答你。如果你说找出来了啊，那你轻轻的拨，那我怎么由浅入深？轻重症如果处理不好，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手法，手法出了问题，一定要先按而后推。那你按一定要把压痛点找出来，然后才能推，啊，才能来回几次。那这个没有讲啊，然后要由浅入深，只要一解决了，他那个痛就缓解了。所以如果观念不清楚，每个来你只要照出来哦，都是癌肿瘤，那你每个看都是患处引起的痛，那是不对的。我常常举例啊，我说乳癌爆掉，它肿、胀、痛。好，那肿是患处体伤啊，肿瘤不，你不要管肿瘤，肿瘤是异常形态。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肿，因为我们也是解决症状啊。虽不治疗肿瘤，但你因为你懂得把肿消掉，那肿瘤自然就消掉啊，一样的道理。那肿部分一定是患处体伤，但胀跟痛多属他处体伤。我处理这么多，几乎就在他处体伤就解决了，怎么还会一个问题变成好多个问题出来？你今天问的重点都在解决痛，而不是要解决癌。没有说要解决癌啊。那痛多属他处体伤，你怎么会是以照出来啊那个痛点作为痛？那刚好他的痛又在那里，那你就确定这个叫做患处体伤。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，讲难听一点，就是把西医的想法，然后跟中医原始点的想法，两个已经混乱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，就是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来问。转移到骨头，骨头的组织受损，该属患处体伤吗？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骨头转移它会把骨头好像蛀掉，一个洞一个洞，它是这样的。那蛀掉好，你说它是组织受损吗？如果你说组织受损，好，组织受损，那它也不会痛啊，因为组织受损是一个果啊，啊，痛是症啊，症的不适感啊，啊，状不生症，症不生状，果不生果，这个在疾病与衰老已经讲过好多遍了。然后痛多属他处体伤啊，肿或是蛀掉异常形态必属患处体伤啊。那患处体伤怎么会生出一个他处来呢？他处也不能生出患处来，中间没有因果关系，而且这两个都是果，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嘛。啊，那这样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你的问话，问这个患处体伤，好，那属患处体伤就代表这个都是果啊。果你现在是要处理，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是你要处理肿瘤吗？如果你要处理肿瘤，那患处可以温敷。那如果你要处理疼痛，那就不对了，你应该是解决他处才对。哦，所以这个他说肩胛骨穿孔疼痛的位置也是原始点位置，是否可按推？当然不可按推，这个刚刚我已经讲过了，绝对不可以按推。那他说有试过按推颈部、上背部及肩部特殊延时点，但一点效果也没有。你压痛点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找出来？没有，你按一按就每个都有效，不可能的嘛！一定要找出痛点来。啊，压痛点有浅有深，到底它在哪里？你以为你揉过了一遍都一定就可以解决？不是这样按推方法，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完全问起来好像感觉都是还没有入门。你应该讲出他哪个有痛点，一定有痛点。在我看法，他的上背部最有可能，而不是在颈部。
还有枕骨下缘，也不一定是在枕骨下缘，在上背，因为我们说背部的，哦，旁边的往中间找，那最有可能就在上背部啊。那大开关都没有效，你按肩部特殊开关做什么？所以你先厘清这一点，就是他的痛点应该是在上背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页，第一个。好，那他用手掌按推患处，配合僵稳，那是在处理肿瘤啊。那你现在是跟我讲疼痛啊？所以如果上背部就有痛点，这些应该是以敷在上背部为主。那患处能不能敷？可以，你要加强我也不反对，但你要搞清楚你到底这个是，因为从你的问话我已经无法确定，因为我如果在我的看法，他的痛一定来自于上背部，而非来自于就是他说的肿瘤啊，这些蛀掉的骨头啊所引起的，那个不会引起，那个引起就叫果生果了，那组织受损就产生一个症，也就是状又生一个症，那这个是完全逻辑是不通的，所以可见他在问话中疾病已衰老也没有看，这一点我刚好讲完课，一定要多看，好，那所以他的重点还是在患处里面怎么吹怎么用，还是一句话，跟前面我已经回答了，还是没有找到痛点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页，第三个他又怎么问？好，这个处理就看好，他用深那么多，面无光泽还是没有改变。第一个观念不清啊，太怕癌肿瘤啊，然后用过很多，之前用过很多方法也没有用。那现在你以为吃了一点姜脸色就会好看吗？不会。如果你体力没有恢复，然后你每天都在被那个疼痛所折磨，你心中的恐惧都在消耗热能，不要说你喝再多都没有用，所以我建议不要再喝那么多了。那个等于是观念不清楚，你喝那么多，那疼痛也改善不了，因为它是属体相求治，尤其多数他属体相求治，那你喝那么多生做什么？不对的啊。简单的讲，如果他体力很好，只是稍微面无光泽，那其他的体力都很好，那这个我把它归类，如果我们之前有放带状疱疹，我认为只要用带状疱疹的手法还有外热源就足以解决了，这个根本甚至还不用到那个内热源。那如果你要用内热源去改善，那就配合运动就可以了，还要喝那么多的姜跟参吗？所以等于害怕消耗热能，现在喝这些只是在安慰自己而已啊。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多严重，如果从这样的问话中不是转移就严重，也没从他在症状的描述都一直讲疼痛而已，也没有讲其他，还有一个多一个面无光泽，那你要喝我也不反对，因为从面无光泽补充一下热源这样就可以，但这个补充热源不是要解决他的疼痛啊，一定要搞清楚啊。但他说患者体力跟面无光泽都没有明显好，他体力有什么很差的也没有写，所以我觉得在问法上那面无光泽倒是稍微讲一点，但我认为这个应该还不是重点，一般到重病虽然体力有稍微差，你要看程度，一般的重病患者稍微体力差就是重病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多处身体的症状我们才说显象一线，然后到了呼吸困难啦，吃不下睡不着啦，暴瘦啦甚至还有水肿这一类，我们就叫命危了。那这里几乎问法也没有把症状很描述，所以可以想见他这里的问法都是以西医在问，然后原始点的重点都没有
哦，包括症状啊什么应该要写的，好像也写不清楚，所以可以想见患者本身有问题。志工如果这样也看了他的问话，也没有加进你个人的意，志工的观念也是不清楚的，哦，这个很明显就看得出来。所以重点不在内热源，我认为，然后又喝得那么重，已经偏离了主题了，哦，那重病如果他真的体力已经很轻，那就是以内外热源为主嘛，可以，但看不出来啊。他说，体力差是怎么差法？是行动无力的呢？起不了床的呢？走寸步难行了，举步维艰了，啊，还是走几下就喘了，啊，都没有提啊，都没有提，啊，然后还是嗜睡呢，所以你。你把这个当作体力很差呢，也没有提，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蛮遗憾的，看起来都写了一大堆，但重点都没有提到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点。好，他说他吃了标靶药，疼痛减轻，那用延时点无效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可以配合？好，就这一个点我很怀疑啊。疼痛是由体伤所致的，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。那标靶药是要治疗癌肿瘤的，如果治疗癌肿瘤的药能够解决疼痛，那代表一件事，就是这个疼痛是由肿瘤引起的。那肿瘤是果啊，它是异常形态啊，异常形态不会生出一个症啊，除非它大到影响组织功能运作失调，但从那个影片也看不出是这样啊，所以不可能由它引起的疼痛啊。如果这样能引起，那就是果生果啦，撞生症啊，那撞又不能生症啊，一个患处体伤怎么会生出一个他处体伤来呢？所以这个问法很明显啊，这个我。他吃了掉到底标靶药里面有没有止痛剂，我是不清楚的。但如果纯粹是杀肿瘤，一般是对疼痛是没什么帮助的，没什么用处，反而是按推比较快。我原始点在研发的时候，一开始我就是说原始点就是疼痛疗法，那时候还不叫原始点疗法，叫做疼痛疗法。因为他对疼痛最有效，所以我对疼痛最清楚，一定要找大开关。好，所以他要不要长期服药？那既然他是处理肿瘤药，那吃又是极寒药，那所有的疼痛都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你认为这样长期吃会好吗？我还是打的更大的问号。所以总结，我认为志工还有患者一定要把我上次讲的疾病已衰老重复看。那我给他的结论就是，第一个他要解决他的问题，我认为先看他的体力是不是很差，如果没有很差，配合运动就可以，那补充一点热源就可以了，不要喝到那么浓，不要那么多，然后重点在外热源还有按推，尤其如果他体力还不错，以按推为主，热源为辅。如果他体力很差，就是面无光泽又没有体力，先热源，热源温敷完就是来回三遍，这样温敷完之后再按推。我们刚好诊断与治疗都在讲这个，第一个先判断他的疾病轻重。好，如果他体力很虚，然后面无光泽，好，属重病，那就是以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。那热源就是以姜粉泥涂为主，这样外热源为主。然后他口中也可以含姜粉泥，不要搞那么复杂，在我看法是不必要的。然后再来，因为都是有机姜嘛，你姜这样含着口中补充进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熬那么多，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我认为重点都把那些时间应用来运动，不就更好？然后第二点，温敷完之后，涂完之后，记得再按推，
那按推的时候，以他处为主，上背部把痛点找出来，患处不能按，也就是原始点，那你是不能按，哪里痛不能，那你就不能按。这以前我这样讲，现在我还是这样讲，那叫引子，引子是不能按的。好，那如果上背部也按完了，那你要涂以他处为主，涂是以他处为主，你要涂患处也 OK， 大面积的涂，因为他已经体力虚弱了，那让热源进去，皮借由皮肤也可以吸收进热源，来转换成热源。啊，这个绝对，因为它的管道不外就是从嘴巴进去嘛，啊，甚至我们还有多重管道哈，比如灌肠啊、喷鼻啊、吸眼这一类。然后如果从外的话，那当然是大面积的涂，也能够让热源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热源涂完，按推完，然后一定要包扎，再用保鲜膜包扎。如果会有汗，那就是还要放餐厨房纸巾，啊，那所有的动作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，就这样做就我认为就应该可以改善。那手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学，因为听起来观念不清楚，手法应该也不到位，然后压痛点也没有说出来，很可惜，处理了那三个月竟然没有告诉我压痛点在哪里。那等于问的就是知道外行人在问的，那个都不行，哦，我们说按推原始痛点，你看我的全书都是按推原始痛点，从来没有教你们按推原始点，从来没有，只有在急救的时候患者不会说那痛在哪里，所以我才说按推原始点，只有在那一处，要不然你看我全书整个写下来就没有这样写法。好，我对这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。怎样处理肺腺癌骨转移疼痛后续？周日听了张医师的话之后，患者的太太就加大力度，在背部原始点对应痛点的位置再加力按推，而且增加了按推次数，每天按推两次。患者背部痛点图中黄色标注，家属加力按推。这是患处的肩部特殊点。另外一侧的找法也是一样啊，颈部的操作这边哈，现在是患侧的上背部，这一点就开始疼了。逆热源也减少至秘鲁姜片120克，红参100克，熬参姜汤，另外配合一日三次的姜粉泥，逆热源还会逐渐减量，停止服用靶向药。体力情况，上午锻炼一小时，昨天开始肩部疼痛开始减轻了，感恩张医师帮助我们理清思路，坚定信心。1月2日。3月26日。这一个我觉得志工还有家属应该是听明白了，而且在上背部的按推，他们按哪一点也就有比较明确的指出来，不过还是看得出来那个手法还是要加强，因为那个手法虽然有按到上背部的位置，那按对位置一定有效，但是那个手法还是感觉上不够精准，还有不够标准，也就是他在按推手掌向上的时候，他不应该是左右的摇晃，这个左右摇晃是错的，他只有直线，那左右摇晃应该不是这样按，一定掌心向下，掌心向下，然后坐着的时候按推，这个在我的视频里面都有，这样才比较容易按得到，这样按
比较吃力，而且按不到深层，这个可以再加强一下。那其他的部分，都有在改进。我也说内热炎不需要加到那么重，应该加强手法，那他们也慢慢做到了。那很高兴听到他们这样改进之后，患者的疼痛也减轻了。好，那这个我就稍作补充到这里。